结局已陨灭成空，谁为清醒凭借醉意手放钻朦胧，若终归放下又何必厮杀，非要等到戎马空纵才愿将那一切作答。这一杯酒此生爱恨皆饮入喉，聊一壶山河再喝过之时，巫女玲珑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才将守神封印，尘埃飞散飞过往，此去经年不相忘。坐下说吧。